哎，你也喜欢卡夫卡？他的其他书你看过吗？比如《变形记》。当家庭变成了背上的壳，日复一日的压力转为无止境的埋怨。不过我始终希望啊，主角最终应该得到救赎，对吧？哎，同学们，大家安静一下啊！周末回家的时候，都好好的准备一下下周的考试啊！我这个数学没什么把握呀，要不你明天给我传个答案什么的？嗯，嗨，同桌嘛，帮帮忙了。我先走了，这个给你。这个给你。看什么啊？你这题错了。哦？怎么可能？我只会做这道题。哎呦，怎么可能啊？我看黄文轩写的，填 B。哦 ，B。啊。嗯，完了。大小姐回来了。是不是？依我看呢，他那个什么三好学生，也是作弊做出来的。欺负。